常见的就是这种，好吧，下一段吧。就这个边，这个边磨得太低了，磨得太低了，咱们可以用这种找一个合适的钢筋给它夹在这里，这样糊过来就行，然后再点上，固定好之后，固定好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清理干净，清理。这样焊完之后，把这个一定要焊得非常结实。焊完之后，对面也是这样弄。然后咱们用等离子把这个地方给它割掉。啊。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修成这样圆弧形的东西，修成圆弧形，不然这个东西它会挂履带的。好了哥，就是咱们把这个看着这种地方全部给它加起来，这样加起来，好。腿好多没有？好吧。来，吃完，这个位置放好。哎呦呦！哦。老刘，我手下，这个咱出天地啊，到这里嘛，到了，好了吧？好嘞，准备把这边这个地方矮的地方加完，然后覆链架，这个全部加完之后，基本上就不会掉。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吊履带，常见的这个切记这个位置不要加太高，合适放下来之后它就差不多就这么高个距离就可以了。